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积极推广资源回收工作，在进入垃圾分卡厂的大厅，制作环保艺术 3D 地景，提供参访的大小朋友互动翕相。画中有台湾蓝雀甲环保杰比兔，在翠绿的山林甲湛蓝的湖面悠游，呈现一幅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和生态因素发展。嘉义市垃圾分化厂协助嘉义市城市的垃圾处理，运转多年在专业顾问公司技术操作之下，获得国家级零工安维护证实证，也是环保署认证的环境教育场所，并且肩负垃圾减量、资源回收教育功能。嘉义市环保局和环保杰比兔设置在厂区大门，并且配以立壁画。为了让进入该厂参访、了解环保教育内容，也特别建置环保 3D 地景。民众进入一楼大厅，就会当看到翠绿山林、甲湛蓝湖面的美好风景。环保杰比兔、台湾蓝雀做伙悠游佚佗，希望透过画面传达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以及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和生态永续发展。垃圾焚化厂为嘉义市的经过行政院环保署认证的环境教育场所，那为使这个场所呢能够更活泼，吸引更多人来参与环境教育活动呢，我们在我们的环教场所的入口处呢，设计了一个 3D 立体图，然后呢欢迎民众呢或是各团体呢能够组团来接受我们这边的一个环境教育，然后呢我们的环境教育场所呢里面呢除了可以以了解整个垃圾焚化的一个过程以外呢，我们嘉义市民关心环保，为源头做好垃圾的分类工作，和废弃的物品进入回收管道，达到资源循环再生甲再利用的目的。透过资源的再利用，会当减低制作过程当中原料需求、能源的消耗甲物件的产生。此外，垃圾的减量也会当降低收集清运甲分化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新闻陈美彤，嘉义市采访报道。